不要喊哥哥，因为觉得年纪很大，那就直接喊先生，就像朋友一样。然后玩游戏的时候一直说跟着我跟着我，然后觉得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需要的人，然后可以一起和俊玩一下这个游戏，然后可以看弹幕，然后可以拍拍立得，然后可以沟通，然后可以读弹幕，我觉得真的非常好。오래퍼였어요 PT 넣어주고있었어요 Drop the beat 오 Drop the beat 그리고수정할수있어서너무감사합니다그리고젠젠분이오늘캐리해줘서게임을즐겁게할수있고제가수야형을많이챙기진못했는데저대신수야형을많이챙겨줘서너무고맙습니다그리고오늘너무즐거웠고처음먼저영어하시는분들도친구들과이렇게즐겁게가볍게즐겁게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오늘 TMR 도많이얘기하고평소에하지못했던걸그룹춤그리고수아형같이노래하고이런부분들이너무좋았어요다음에도더즐겁게했으면좋겠습니다费太多时间了，就删掉这个游戏。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又想玩了，然后之后就一直玩这个游戏。现在操作了，还有是一个烤三文鱼。烤三文鱼的话也是很简单的，放一点胡椒，然后放在烤箱里就可以了。也可以放一些切好的柠檬，柠檬。然后去 MC 的时候呢，哥哥可以做美国料理给我们，然后也有我们也可以做中国料理，其他成员也可以做韩国料理，这样就非常完美了。然后说是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了，但是因为当时准备的时候时间非常紧张，时间非常充，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但是这个风格定的时候也是。想了很久，主题也是换了三次的。那以后如果在舞台上唱这首歌，你要怎么装扮这个舞台呢？然后刷哥说想性感一点的，俊说想要甜蜜一点的，然后可以加一点小动作。之前和 MINGYU 还有多跟一起唱唱一起的那种简单的舞蹈加上去是非常好的。그래서민규랑밖에야우리사진이나찍고가자그냥이러고사진찍고같이밥먹고돌아왔지거기에우리민규랑나랑못들어갔어준이왜이렇게왜이렇게둘이어정신없어아어지럽습니다정신없어여러분지금까지생일축하해먹고싶은데마지막생일축하해해피브라이트하지말란말이야해피브라이트축하해해피브라이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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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해아까소야될것같은데소환권이라고이혜인씨라는스타일리스트였어요네불만이있었나요아아직나실밥있는데기침하면서볼이이렇게해하면이렇게되잖아요그러면서아